我来台州只干一件事，就是吃这儿的糯叽叽还有小吃，我们去尝尝吧。等着，要排队是吧？加虾加肉是12块钱，15块钱，啥意思呀？哇、哦！你不是这里的吗？啊，就在个木板上糊一层面，然后把那个虾还有肉你要吃的东西，给你包到里面，然后炸一下，上面还给你撒了点葱花。我老家河南的，这是本地的美食啊！你要想做一件事，要踏踏实实做，做什么都能做成，是吧？嗯。你们要啥样的，我给你包。鱿鱼虾。锅滋啦滋啦的，你看看。要喜不喜欢吃醋？要，我喜欢吃醋。啊，那你来。我要，谢谢。哇，天哪，没吃过这个东西，加醋好冲啊！你看外面壳是焦香的，脆脆的，酥酥的，里面都是虾。满满的都是肉和虾，第一次吃还是感觉挺惊喜的。真是很酥的，料贼多，然后一定要加葱花，葱花还要吃。哇，这皮几乎没有厚度，就是薄薄的一层，然后高温油炸，汁水还都锁在这里边。我还是好好吃，这个真的要吃一个。完美，要不是为了吃下一个，我还想再吃一个这个。那边有那个梅花糕。梅花糕，那到路那里对那个对。好，让我们去前面顺梅花糕吃老巷子。你好，我们吃梅花糕。哇，好好看，看着就好好吃，上面一层黑芝麻、红糖，各种仁儿。哇，不一样，跟我们之前的梅花糕。嗯。我从这里卖出去，然后外面没有红糖，他们就用那个什么卷啊、白糖。所以要吃梅花糕还是得来台州啊。谢谢，我刚才口水都已经流了半嘴了，看起来就特别甜。这个哇，好甜好香。这一整个外边的壳都是那种脆脆的，它里边是糯糯的。它里边有里边是桂花和黑芝麻，是糯糯的糯叽叽，不是黏黏的糯叽叽。然后外边壳酥酥脆脆。好，来，还有切糕吗？现在吃还有。要吃。来，那个切糕。哇，这个是放上去有灵魂。这炖的肉，台州年糕肉夹馍，年糕团团压成了年糕饼，好大一个。炸一个鸡蛋。要多少只是吧？还有大肠肉。妈妈想把肉是肉。猪头肉。啊，这啥呀？这啥呀？粉丝辣包菜。这个一点碎汁汁，一点辣的，稍微的，很爽口的。吃这个就相当于把大米饭换了一种吃法，给它变了一种形态，然后把你要吃的东西都给它包起来。先吃啊，是父亲。我就觉得来台州很奇怪，你说这个糯叽叽的东西怎么能包肉吃呢？哇，巨大一饺子，感觉好顶。看起来我就饱了，现在。天哪，这玩意儿卷大肠可以吗？有点奇怪，我不敢一下咬到大肠和，我怕吓到我。好软的皮。香到这儿了，巨香加大肠，我满嘴里现在都是肉味，我都尝不到什么菜了。啊，不要了，一个俩人吃都够了。好吃好吃，老板娘说好吃要以前的就。外边就是一层糯叽叽的米皮，多加大肠多加肉好吃。台州碳水让我走不了三家店。拜拜。这个是祖传的，我爸爸买的。解放前我们出狮子，我爸爸就在买这个锅。这是您自己做的？嗯，人家定做的。哇，喜结良缘。我在网上见过，没见过真实的这个东西。最后能吃吗？这个用了以后吃。年糕是吗？年糕做的。这个是结婚也要糯叽叽粘在一起啊。这个是烂眼糕，它是因为那个眼儿红糖像个眼睛一样，像个眼睛一样的，眼睛里面还流出那个红糖，眼睛里面流出了那个。我说这个店好可爱啊。这就是传统的小吃。乌饭麻糍，黑米做的吗？是那个乌饭树叶做的，用叶子染的色啊。我以为也是黑米呢。手套吗？不用啊，巨粘的一个乌饭麻糍，然后吃的时候要蘸一下这个薄荷红糖，然后再蘸一下这个干料，就这样，就是甜上加甜。哇，
好清爽，就是你能吃出来牙膏的感觉。牛肉里边给你放了薄荷，人间清醒竟然是乌饭麻糍。这个糯叽鸡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口感。妈，五十万。啊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比那个好吃，你能吃到那个米的香味。本来我计划是吃七家的东西的，结果我走到第四家我就已经走不动了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已经黏的甜的不行了。多点赞就说的饭友们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这是我们在台州的糖醋铁板烧，每个东西都裹满了这个酸甜酱。我们在浙江台州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一个糖醋铁板烧，走着是这儿吧？是吧？在人家门口输开场，尴尬死了。糖醋铁板烧是不是？我吃了俩蛋，酥肉，酱玉吗？爆浆，看看别人吃啥。唯一的素菜，差不多，我们的这锅里都是我们的。对，是先炸一遍，然后给它放到铁板上，等着淋糖醋汁儿。哇，那这个是年糕，都要糖醋汁儿。哇，哇，我感觉裹上酱汁就很像锅包肉。哇，哇天哪，一定要多加点这个糖醋汁儿，味儿一下就上来了。除了肉就是年糕，没有点点青菜。好了，出锅了。哇。焦黏，好了，这也是我们在台州的糖醋铁板烧，这是第二盘。觉得这个可能你们看的会很乱套，刚刚拍的素材又因为这个相机全都没有了。它这个糖醋汁真的是绝绝子，就黏糊糊的。哇，特意下了一个抖音吧。多粉丝吗？没，低调低调。这是藕片、芋头、藕和芋头。就是黏糊糊，不是那种齁甜的。我以为里边是夹肉的，是藕盒呢，结果这是厚厚的藕片，炸完之后都很糯，不脆了。糖醋里脊的那个感觉，不像糖醋里脊那么冲，刷我们的。这玩意儿我们又涨了四个份儿。你吃过铁板油条吗？裹满了那个糖醋汁，真的还是很脆。它的炒一下，把那个油炸的热量都给炒没了，配上一碗大米饭就好了。好吃，糖醋汁好吃。又想炸串，又想麻辣拌，又想铁板烧。芋头的小酥肉，年糕呢？年糕好吃。来，你尝尝年糕。跟啾啾又弹牙。果真年糕好吃啊，就是所有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被那个糖醋汁给包裹住了，不光是糖醋汁，里面还给你放了很多的烧烤料孜然啥的。我觉得这一碗铁板烧里面要是没有年糕的话，它是没有灵魂的。这个鸡蛋的味儿都特别像我妈做那个糖醋白果，就糖醋鸡蛋。我们第一次来到吃甜的城市，本来是想来这吃糯米的。芋头铁板烧油条很奇怪哈。炸完那个油条浸满了糖醋汁。南方很多这个夜宵里边都有这个油条是吧，不光是早餐了，就是晚上吃油条。丸子吧，什么什么条叫什么虾林香林香什么林香林。藕好吃，藕好吃。他把我那个粉儿都给炒碎了，给糊成一坨坨了。你今天咋去变形？鸡蛋好吃，香林。又是油条，我们要了多少油条？我真的吃到了我上初中的那个小门口的味道。我不行了。我回到了现实，时空交错，我又回到了现实。这是我们的第二盆了，交给你了，行吧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多点赞，你说的饭友们，明天见，拜拜。